白金黄透色饮料倒下来，里面有桃胶、有玫瑰，然后还有燕窝。不惜成本，把养颜美容燕窝加入手摇饮里，每天限量20瓶，靠中药材、玫瑰等等，让饮料变奢华。花茶配上自家茶冻，老板娘刚开始怕大家不接受，毕竟燕窝单价贵，让整瓶饮料成本破百。玻璃瓶装1瓶240沫，卖你220。很特别啊，因为可能没有哪一间饮料店是有这个东西的。现在女生接受度其实蛮高的，年龄层在30上下，就是喜欢养生，然后又要讲究一点的女孩子上面。把常见手摇饮内容物多了高价位食材，吸引顾客上门。